一早我们搭地铁来到了东山口。东山口是当地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，这里有各种潮牌店、咖啡厅可以来打卡拍照。这里还包有很多的七楼群和花园小洋楼。经过看到了这家竹神面，就走进去填饱肚子。面条味道还不错，很有嚼劲，跟我们的云吞面略有不同。我觉得我这个是沙茶干捞鲜虾云吞，老板叫它是鲜虾云吞面。吃饱后在附近走走，也许是我们来的时间太早，看到大部分店都没有开门，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逛。接着走到了这里的热门打卡点之一——最美斜坡陪衬路。沿着上坡走，就来到了另一个打卡点。天气比较炎热，拍照后我们就离开了东山口，这我们就叫了滴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——圣心大教堂。圣心大教堂是与闻名世界的法国巴黎圣母院相媲美的教堂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，这里也成为了广州地标性的打卡圣地。接着我们先到了教堂旁的咖啡厅。咖啡厅里的环境很不错，但大多数来的人都是为了窗外的圣心大教堂。咖啡厅里还可以到三楼去拍照，可以说是跟圣心大教堂合影的最佳地点。咖啡厅的饮料价格介于30到50之间，景区的关系，所以价格会稍高一些。我们来的时间段，教堂内部还没开放进入，下次来的朋友们记得查好时间。接着我们来到马路对面的伊德交易市场逛逛。逛完一德路后，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叫了滴滴再去北京路逛逛。我们现在在大佛古寺，中间这里有一个会旋转的观音。进去里面看看。这个金雕哦，艺术墙哎。
着我们来到了太古仓码头。太古仓码头是旧码头改造的餐饮聚集地，是个情侣约会拍照打卡的好去处，也是广州看日落江景的最佳观赏地。香煎鸡扒、黑胡椒牛肉、果酒。我们现在来到沙面的这个沿江这里桥下，有很多乐龄人士在做运动，有踢毽子的，也有跳舞的。我们现在在沙面公园，刚下完雨，天气很凉爽。我们去看看，我们现在在江边这里的一个小公园。